你要补什么呀？这个可以补吗？我看看吧。哎呦，缝衣服我行，这个我真不行。啊。 哪儿了？怎么也不接电话呀？某些人不……哎呀，别叨叨了，这茬还没完呢，赶紧的，赶紧救命！陈公子，对啊，哎呀，晕倒了，怎么也叫不醒，我也不能把一个莲雾送医院去吧？你喜欢他吗？啊？我还有病人。哎呀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 我们还不都是为了气你？气我？我生气了吗？我会生气吗？行行，你没生气，你平静的很，你心如止水，你气贯长虹，至于吗？这么小声音，还学会用成语？我也是上过学的人。 断线了，还死不了？药好了吗？来了，要来啦，小心烫啊！阿离，你来。 来吃药药。这药到底吃什么的？玩儿子家。为什么要放那么多谎呀？什么也不知道，我就是想让他吃吃苦头。好甜。哦。 天兵大人，我说你们这团队还挺和谐的啊！我不过去，不用理他，他在这儿只会吃白饭。杨戬，我朋友，沈醉，也是我朋友，你们好好相处啊。没事儿，他要是要动手的话，我早就过去了，是吧？杨大人，老板，能和你聊聊吗？ 今天聊完之后，我保证以后你再也见不到我了。他要是不答应呢？那也是命中注定的事儿。走吧。